我是刚刚练喝到的，2012年4月16号，瑞芳鹅卵9:50，筹码是27.8次哦。早上发的江海沿岸花莲的，然后2031加天王03号五元码起点啊。然后2031加上天2032普悠马子奖278次哦，在瑞芳瑞站已经通过，以及91圈快要3017次乱发车将沿线的速率，一律收下3万多，91圈快车，谢谢各位，再见，拜拜。